你叫什么名字？陈硕。就一直跳墙演啊？没进专业队啊？嗯，没有。现在跳一场300，算挺厉害的吧？还行吧。也没去比赛什么的啊？也没有。那最厉害的是不是？ 跳一场能把家里的债全还了，还了债，可以去跳职业队了，你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。想不想来青潭号玩玩？我想呢，让你跟队员一块排练啊、走位啊，咱们先说好啊，到时候不上场的哈。那如果我要是表现好的话，我有机会留在青潭号。 那看你表现啊，雷哥，差不多算了吧。得让他见识见识职业舞团的强度。我儿子跳舞跳的怎么样？可好了。妈练成肿泡了呢，你这么个傻练法，没把自己练住院了，这算你走运了。住过。啊？ 2次，您在招聘海报上写了一句话：“一直努力就会成功。”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惊叹号。 你信这个？开始跳吧。